个由我们这个由我们的王医师王总召帮我们总召一下。那我们这个两位的委员呢，就是我们的姑爷傅仲基傅医师，还有曹正英曹医师啊。那这个由我们这四位来邀请大家。那这一次哈、哦，这个品酒会很特别。那特别在哪里？第一个，这个格莱天漾饭店的顶楼，它是 VIP 区。那这个顶楼的 VIP 区原本如果不太热的话哈、哦，我们是可以到外面去。外面呢我们会有喷吧台啊，还有小点啊。这个我们的这个美丽的 PG 啊，都会在外面跟你拍照。品酒真相话里面讲说，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，男人不要有女人没关系，但是绝对不能够有美酒。威士忌达人学院的讲师，那今天很高兴能够代表宝乐利家集团，代表百灵坛这个牌子，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支酒。百灵坛想要告诉你的东西是什么？然后呢，右边的那支酒，我们今天要喝到第三支酒，是到后来发生的事情。他说有这支酒的存在，会让整支酒喝起来的味道更丰富、更有层次。所以我不想啰嗦太多，麻烦请大家拿起你左手边的第一支。用你平常习惯的方式喝它，喜欢闻的人可以闻一闻，因为这酒非常的甜。都不要预设立场，它是谁？有没有发现第二杯酒的味道比较多？各位都喝完三支酒了吗？喝完了17年了吗？你觉得自己调的45年比较好喝，还是17年比较好喝？45年比较好了嘛？好，那我就用我自己的45年来敬大家。希望今天这样的介绍，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些酒彼此之间微微的差异在哪里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